一下卡一下吧，从人群里之中钻出一只光头，这卡莎可挺恶心的。呀呀呀呀，这可不行啊！哎呦，我这位这么猛吗？这位起飞喽！给我冲，兄弟们，我在后头呢！点个黑暗收割，我去中吧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慢慢吸啊，没关系。吸血鬼前面不算太厉害，一技能炸！不行，我这得回家了啊！一技能炸！一技能炸！好！一 W 二连炸接，一技能炸疾跑，一 W 二连炸接，我四级了，小伙子，不好意思，吃你的塔皮。炸街打半溜，一技能炸闪现，这给我刺死了的跳弹，一打不了二连炸街一跑炸，完了，中路塔皮全没了，出什么装备呢？出这个炸血皮尼，
2连炸街，我操，有点厉害啊小伙子，这吸地还能出出来不？算了，别吸地还啊，一会儿再说，他稍微出场有点厉害。给大一打不了二连闪现炸，一技能炸，我错了，我应该推这棒的。给大，嗯，怎么死的？炸炸，漂亮妖精儿，哎死了，吃点塔皮。好了，回家了。没有眼儿。哎呀，这都 A 小兵啊！一技能。炸！还好被我炸死了，快点让我回家吧！这个行不行？试试看吧，先来个沙漏的。给大一 W 二连炸，一技能炸，接钉一 W 二连炸，接炸，好像捡吸地的收益有点低哈，咱还是法师自削吧。还差一级 W 的我们能无敌，一 W 二连炸，一技能炸钉，哎，我老母驹，给大一 W 二连炸接闪现，一 W 二连炸，一技能炸，钻地接钉，一 W 二连，一 W 二连炸。出成效了啊！炸！
啊，给大一 W 二连炸接接钉打，给我打死！先来个猫的，再来个振奋。我觉得可能我们光出峡谷制造者的话，可能伤害会不够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像伏地魔，看看。一个光头，还是这种白光头。我来了，啊，都死了。行。人呢？疾跑开起来，给大一 W 二连炸接接钉接 W 接闪现，接来个猫的。我的 W 技能还是吸地时间太长了，如果能两秒钟一个的话还行。哎，可以让 W 技能变成两秒钟一个不？两点几秒也行，因为现在还是有一秒空档期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1.7秒的空档期，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无敌。给大一 W 二连炸炸炸炸！炸炸一 W 二连炸一 W 二连炸炸一 W 二连炸。炸给大哎呀，这家伙我感觉我需要一个蓝棒，我看看啊，3.6秒。3.5秒。吸地还来一个啊，吸地还来一个，一会儿来个吸地，还就这0.几秒其实也是好的。先来个星界驱驰，3.6秒，0.几秒也行。让我来啊，疾跑开起来，给大一技能炸炸一 W 二连炸炸一 W 二连炸炸一 W 二连炸炸，死了。哎呀，1300。
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再来一波，谁别拦我！我再来一波。关键刚才他们老跑，你知道吧？关键刚才。我自己来，谁别跑来，出来干一架！大树。哟，我操，挖爪扣！3.52秒，把皮还换了呢。3.37秒，把这个卖了呢。我们就捡席地啊，捡席地，有没有20%捡席地的装备？再给我来一个。看看啊，捡席地，先来黑暗收割吧。绿甲才10，九头蛇来一个。九头蛇来一个。我操！这什么虚区？哎，我操了！这服叶哥，你打不过他呀，服叶哥。妖精干啥呢？妖精。哎，为啥是妖精杀的呀？1W2炸街炸，1W2连炸街炸，跑哪去了？盯，不行，盯不出来了。把这个卖了，我们先来个黑暗收割。最后咱来个九头蛇，哎，现在打不着技能。怎么没变化呢？满了，没满啊。Shut down。减了0.1，哦，
些大。你打不着炸，你他妈的，你跑的跟个兔子似的。要不然拆了得了呀！我说，哇，1998，我有点发。哎呀，我的发！这不行啊，不厉害呀、啊，这吸血鬼。换了吧。再换一个，换个炉灯，啊，换个炉灯，完了，基地没了。